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。进来的贵人，你别走，求求你把我的视频看完，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手艺人，给我评论个支持，我要送你个好兆头。好的来，坏的走，健康来，疾病走，留下爱心和关注，愿你2019有吃有喝有朋友。停，别动啊，手指头别往下滑，听完的啊。我什么也不会，唱歌跳舞什么都不会，我就让你给我点个赞，好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啊。咱俩朋友能处到哪儿就看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给我点个赞行吗？求你了。停，别动啊，手指头别往下滑，听完的啊。我什么也不会，唱歌跳舞什么都不会，我就让你给我点个赞，好不好使就完事儿了。春来呀，花朵明媚，十里春风轻轻吹，吹开朵朵马银花。祝看到视频的贵人2019精神抖，财运滚滚跟你走，一次百顺事事顺，大财小财往家进，我就差一个粉丝就又能涨一位数了，求求你能关注一下吗？谢谢你，那么可爱，那么漂亮，那么帅气，还能支持我，感谢了大老板，爱你哦。祝看到视频。我家有难暂不添乱，坐在家里就是贡献，亲亲不走，来年还有，朋友不聚，回头再续，勤洗手，多喝水，白衣天使加油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国家有难暂不添乱，坐在家里就是贡献，亲亲不走，来年还有，朋友不聚，回头再续，勤洗手，多喝水，白衣天使加油。每一次我涨一个粉丝，我就要进去看一下，是谁那么聪明给了我关注，是谁那么有才华评论了支持，是谁那么优秀给了我红心。每一个关注我的人，我都会为他祈福一生平安。我就差一个粉丝就又能涨一位数了，优秀帅气有才华的你愿意关注我一下吗？我想你一定会关注我的，因为你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，谢谢你。